着牵挂，那些伤疤总会结痂，簇拥成时光的画中会有人为你摘下。Je suis encore à l'hôpital. Comment la police a-t-elle eu le résultat de mes tests sanguins? D'où vient la femme chinoise? Ne me laisse pas la voir. À votre médicament pour 5 jours. Ok, j'ai reçu. Bonjour. Tu es bien la femme chinoise qui m'a sauvé? C'est pas moi, c'est mon amie qui vous a sauvé. Alors, où je peux la trouver? Que lui demandez-vous? Dire merci, bien sûr. Elle m'a sauvé. Ah, elle s'appelle Su Wei'an et elle travaille également et se tourne dans. Rest well. Tu lui dis que tu es très bien, tu peux sortir. Bon, bon rétablissement après les chutes. C'est juste son liste de frais. Si tu es sûr, tu peux sortir. C'est juste son liste de frais. Voici la liste de vos frais. Oh! Pourquoi tant d'argent? Je peux l'obtenir! Pourquoi me sauver? Pourquoi ne pas me laisser mourir? Ça doit être payé par la chinoise! Elle est où? Où? Pourquoi me sauver? Pourquoi me sauver? Tu n'as pas de problème. Je n'ai pas de problème. Mais Wei'an ne peut pas avoir de problème. Je suis venu à Wei'an. Tu lui dis quoi? Il m'a demandé. Tu lui dis. 诊疗费是我签的字，血检报告是我交给警察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照我说的翻译 ，Qu'est-ce qu'il a dit? C'est le docteur Gu. Remettez-vous le rapport sur gain à la police. C'est toi? C'est toi? Allez, tu t'attends. Frappe-moi. Vite, vite. Allez, allez.Ne me touchez pas! Vous faites quoi? Relâchez-moi! Vous faites quoi? Relâchez-moi! Laissez-moi trouver la chinoise! Êtes-vous cette femme chinoise? Pourquoi elle m'a sauvé? Tiens, Gu Yunzheng, tu n'as pas de mal? Je n'ai pas de mal. Comment ça va? Mais, tu as sauvé ce homme, il est un fou. Il ne paye pas le loyer et il te fait trop de mal. Désolé, j'ai juste pas de mal et j'ai fait qu'il sache que tu as sauvé lui.这人是不是手术还有什么后遗症？我自己淤血没清干净，就是。手术很成功，淤血清得很干净，他随时都可以出院。明知道他是酒驾肇事，还给他做的这么成功。作为医生呢，管不了谁该死，只管谁能活。再说了，那个病人不是你救回来的吗？顾医生，你刚才不是还让我跟那个人说，是你把血检报告交给警察的吗？怎么现在又来怼我们薇安了？你受伤了，痛不痛啊？薇安，你不是说外科医生的手比金子还要贵？这怎么办？我没事儿，
怎么会没事呢？都流了这么多血。哎，走走走，伟安，你快给顾医生看看。伟安，你这个伤口赶紧包扎，赶紧走吧。伟安，你快去。算了，护士长他们是专业的，让他们来吧。你这个铁树真是带都带不动。 小老板，这些都是我筛选出来的法语翻译，都有驻外经验。你就放那儿吧。这个就挺不错的，28岁，大学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研究生是在巴黎读的。巴黎上学的女孩子能在拉卡亚吃苦吗？啊，这个。 44岁，看上去就是吃苦耐劳型的，怎么样？就他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离得开家吗？那这个吧，这个行了，方明凡，找法语翻译呢，一定要慢慢找，欲速则不达。要想找到合适的，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咱们宁缺毋滥。 啊，宁缺毋滥。之前让我快速找个新人换掉临时的苏翻译，现在又不着急了，慢慢找。小老板的心思难猜呀。你还有事儿吗？小老板，别看了看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啊，都还挺不错的。这两个都不比苏翻译差，要不选两个备选？ 万一哪天苏翻译离职了呢？毕竟翻译赚的也不够多呀。啊，这两个是吧？嗯，行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们不错的话，我可以考虑换掉江翻译。不用了，不用了，我觉得挺好的，苏翻译挺好的。不用换了，走了，小老板。 来，维啊！哎呀，这是顾医生特意让我为你泡的活力茶，喝了它精神百倍，活力加倍。真的假的？看，还是需要我帮忙吧。嗯，好喝哎，是吧？这啥呀？卡宾达树皮。哎呀，你怎么了？是怎么？ 卡宾达树皮，对啊，这，哎，别喝了，干嘛？是男性用来增强内分泌用的。你确定是顾云峥让我喝的？啊，还有这种事儿？嗯，顾云峥。 他一定是被广告词儿给骗了，我问问他去啊！我问问他去。顾医生，这什么呀？维安他看你手受伤了，不能碰水，特地洗好了衣服，叠好了。 让我给你送过来了。他为什么不自己送过来？哎呀，维安他这个人脸皮薄，不好意思，你心里知道就行了啊。哦，对了，你千万不要当面问他啊，他会怪我的。你告诉他洗的不错，下次别洗了。 哎，静静，你真的给苏翻译喝了那个卡宾达树皮吗？啊！完了，小老板的一世英名
就被你给毁了。哎呀，我怎么知道呀？我看那个摊子上写的青春永驻抗疲劳，那我就买了呀，谁知道呢？你说你做这些你图什么呀？我害得维安被那个肇事司机给记仇，还把顾医生的手给弄伤了，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呀。而且我太了解苏维安了，要等到他主动出击，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去了。但是你这帮的都是倒忙，我要你说。烦死了，明明我就是想要补救的，可是现在事情就变得更糟了。江江，没事啊，有你这样的朋友忙前忙后，苏维安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就觉得你特别可爱，我也想要一个你这样的女。朋友，朋友，我们俩不是已经是朋友了吗？哎，小老板的手快好了，我洗衣服还要洗到什么时候啊？洗到他们修成正果，永结同心。啊？站住！小老板，周末不出去玩一玩啊？你这 T 恤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怎么了？这也是苏维安给你洗的？是，还是不是呢？你说给谁洗衣服？说呢，苏翻译爱钱如命，怎么可能免费帮别人洗衣服呢？也是，像顾云峥、顾医生这样的人，天天喝卡宾娜树皮，身体肯定很好，怎么会需要别人帮他干这种体力活呢？我什么时候喝卡宾娜树皮了？苏翻译的时间这么贵，我可消受不起。以后啊，不要打着我的名义来献殷勤。顾医生这么忙，以后我的事情也不需要顾医生操心。跟我来。什么茶？回禀小主，这是奴婢自己买、自己泡、自己献给小主的，绝对不会再有问题。行，归安吧。小主不生奴婢的气了吧？再有下一次，烧你一张红。你入戏了，真把自己当小主了啊？啊？哎，我跟你说，你再凶我，我就赏你一张红贴呗。凶我？11月1，那不就是明天吗？明天什么重要的日子啊？明天是拉卡亚冠军咖啡豆开市的日子，从早上7点就开始了，先到先得。而且一年只有一天，能不能发的就看明天了。那我陪你一起去吧，你带上我，我给你当助理。说的跟真的似的，你能起得来？起不来，你叫我嘛，你把我打醒。好，
我现在就去睡，肯定能起来。叫我啊，叫我。天都还没亮，他在梦游吗？Combien ça coûte pour 69 avenue? Le tarif double. Il fait encore nuit. C'est trop cher maintenant, il fait jour. Aucun moyen de négocier. 这么早，他要去哪儿？ D'accord. 苏维恩。这么早，去哪儿？去哪儿好像不需要跟你汇报吧？你又去哪儿了？我。晨跑啊！Le médecin est vers la place. 前面就是车站了，你每天晨跑都这个路线？这么早，你到底去哪儿啊？去早市。什么早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咖啡豆大赛，我要去拿下冠军豆的中国代理权，晚了就来不及了。哎，你还真是无利不起早啊。回去休息吧，八点半第一台手术嘛。你也知道八点半第一台手术，迟到扣钱哦。放心吧，绝对不会耽误手术的。我看着你上车。穿过前面巷子就是公交车站了，回去休息吧。那我就跑到车站。随便。哎，你别跟着我了。前面好像有人，好像不太对劲。不是吧？怎么只要遇见你就没好事儿？走。Rembourser l'argent de Patié, sinon restez. 帕杰，谁啊？你叫的那个肇事司机。喂。嗨，阿黑弟。你跟他们承认了是你把血检报告交给警察的？为什么？你说我为什么？我不是担心他记恨你吗？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为什么让你这种人跟上我？这下不仅没钱赚，我的定金打水漂了。苏维恩，你小心！La police arrive! Suyan! Suyan! 你手没事吧？我手没事。值班医生，谁是值班医生？快！小老板，这是怎么了？立刻安排 CT。后脑打击伤，排除颅内出血的可能。快！好。我喜欢他。杜总，虽然我们二期实验的数据没有预估的这么理想，但是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我相信呢，只要下一期的资金到位以后，我们还是可以按照原计划推进临床实验的。
还是太慢，能不能加快进度？我希望今年能进入临床。搞科学研究还是要实事求是，这在你当初决定投资 HDQ39 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所以还是不能操之过急。爸爸，云晨是自己人，您也理解他的压力吗？您不知道云晨为了筹措您的科研资金跟投资人喝了多少顿酒呢。杜总啊，我呢还是那句话，搞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严肃和严谨是我们的基本态度，所以我们研究的是药，不是研究的其他东西。我知道了，您是国内研究舞蹈这领域的专家，科研的事交给您我放心，资金的事儿您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没事吧？我说没事。你受伤了？痛不痛啊？小老板，万幸没有颅内出血，只是轻微脑震荡。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你也受伤了？你的作文都是编的吧？你的工程师妈妈呢？怎么从来都不出现？你该不会是没妈吧？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妈妈不要你啊，你是根草。我一定要说妈妈，妈妈就在拉卡呀，我们快就回来了。你敢推他，揍他！你就是不要脸，你就是根草，你就是根草，你是个没脑的孩子。又跟人打架了？他们说我没有妈妈。记住，下次不要让我看到你输。爸爸，我疼。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东西。为什么？他为什么活出命活？江江，葱油饼，食堂刚出锅的。怎么了？不喜欢吃葱油饼啊？伟安还在受苦，我这时候应该自责的，三天吃不下饭才对。可是我看到你这个葱油饼，我还是好想吃，它好香啊！哎呀，我怎么能这么馋啊？你就吃嘛。没关系，苏伟安都已经醒了。而且小老板一直在他身边守着呢。可是当初要不是因为我多嘴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受伤。
那照你这么说，那要不是小老板医术水平太好，把肇事司机给治好了，要不是这个友好医院刚好建在离车祸很近的地方，那要不是我去帮那个肇事司机做了酒精血检，那要不是卖酒的把酒卖给肇事司机，你这么说，那苏维安都不可能受伤。你怎么不说要不是哥斯拉拯救了地球，苏维安不可能受伤？嗯，有道理啊，下次加上。谢了啊，还来安慰我一下。对哦，现在这个时候正是韦安和顾医生培养感情的好时机，虽然跟英雄救美的剧本差点距离，但效果好像更棒了。江木野，你不是祸从口出，你是爱的丘比特呀。你怎么在这儿？江江呢？你刚刚在叫我名字，梦见我了？没有。那你为什么叫我名字？我是想说，我欠你的钱两清了。什么？你不是在警局帮我付了罚金吗？这一次我代理全都泡汤，定金尾款全都没了，还受了伤，够还你好几次。如果不是你非要去收那些什么咖啡豆，也不至于被坏人追。那，你慢一点。那些坏人明明就是冲你来的。拿命护我，是因为我值钱吗？是，你的命比我值钱。你活着还能多救几个人？苏维安，以后不要这样了。没有一个人的性命比另外一个人的更有价值。江江，醒了。顾医生，你一直在这里陪着薇安，辛苦了，太贴心了。什么贴心啊？他是我的主治医生，了解了解患者情况，不是应该的吗？你待会儿把他头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处理一下，避免伤口感染。嗯，这是医嘱。嗯，好。韦安，嗯，我真希望受伤的人是我。你出这么多血，肯定很疼吧？没事儿，我不怕疼，你知道的。下次不许再这样了，哪也别去，给我乖乖待着。知道了。对了，我受伤的事情别跟我妈说，她会担心死的。
知道了。顾医生这医嘱下的真好，我早就看你这一头乱七八糟的辫子不顺眼了，还我当年的医学院美女学霸。江慕言，你哪头的？人家顾医生可是一直在等着你醒来，挺关心你的。这医生关心患者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那你呢？帮顾医生挡一棒也是天经地义啊。什么就我帮他挡一棒了？我才没有呢。那叫躲闪不及。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可亏大了。我觉得我跟这顾云珍就是不合，只要一遇见他，轻则赔钱，重则伤身。是吗？嗯。那没准人家顾医生不这么认为呢。救命之恩，那不得以身相许？以身相许你个头！不是，这受伤的是我，怎么你脑子傻了呀？还以身相许，气得我头疼。哈哈哈，我不说了，不疼不疼啊。薇安，嗯，你知道吗？人这一生遇到真爱的几率只有1万分之3，所以你要是遇到了，要好好把握，不要放手。才1万分之3呢？哇，这概率比得绝症还小呢。怪不得爱与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你这什么死什么绝症，天天胡说。好啦，我不该乌鸦嘴，再乱说我就跟你绝交。坤正，我试过很多种排列组合，都没有办法拼出一个完整的意思。好了，炭灰，值钱，你活着还能多救几个人？这个疯女人心里面究竟怎么想的？就这样就死了？女主为他做这么多，最后还为了他死，怎么会这样啊？哎，他到死都没向男主表白，真是。顾医生，我们俩没有在偷懒，就是现在已经下班了，求顾医生千万别和我们护士长说。我问你，就那女的。哦。他为什么愿意为了男主去死？啊，因为爱啊，他爱男主角，爱得死去活来的，不忍心他受一点点伤，宁愿牺牲他自己呢，也要保护男主角。那这个女主为了男主做了那么多，嗯，她为什么嘴上死不承认呢？坤正，你刚刚在叫我名字？没有。哎呦。那是因为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我是想说，我欠你的钱两清了。她再怎么爱一个男人，都不会主动说出口。谁先说出口啊，谁就输了。真的？
然了，电视剧里都是这么写的。顾医生，这方面我可比你厉害多了。原来是这样。顾医生，我们俩先走了。怕输。好香啊。医生，这么巧，你怎么在这儿？我刚下班。你在这很久了？我不想打扰到你月夜赏花的兴致。挺好看的。你也喜欢兰花一样。我是说你这样挺好看的。那个，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我是说你这样挺好看的。苏维安，你犯什么花痴？是被僵病传染了，还是出现脑震荡后遗症？Vous avez vu Su à l'hôpital d'Amitié la dernière fois? Oui, elle se cache à l'hôpital comme interprète. L'hôpital de l'Amitié a un statut spécial. Nous n'osons pas agir précipitamment. Ma tête va exploser, je ne peux pas s'en charger. C'est à cause de son faux vin. Elle semble les escorte. Entendu? Mais général...Dr. Elio a dit que tous les rapports d'examen montrent qu'il n'y a aucune tumeur ni hémorragie. L'hôpital national français est le meilleur à Lacaya, ça ne se trompe pas. Alors j'espère que les médecins chinois de l'hôpital d'Amitié ne seront pas si incompétents. Bonjour, Dr. Gu. Bonjour.听说你差点受伤，有个翻译救了你，知恩图报啊！你现在多买点补品，好好照顾人家。等你们任期结束回来后，爷爷一定好好答谢。好，爷爷，我争取带着他一起回来。您今天还是老三样？对，没错。阿姨啊，嗯，今天的早餐你帮我多打一份。好的，没问题。还有这个小米粥，小米粥也帮我来一份。您不是不爱吃小米粥吗？这小米粥我打包，
这不是有营养吗？好的，没问题。加点那个小菜。好的，好的。阿姨啊，嗯，那个馄饨馅儿、馄饨皮儿，您不卖吗？那馄饨可不是咱们食堂的，从皮儿到馅儿啊，没用咱公家一分钱，就是我自个儿解解馋包几个。我看那馅儿一看就特别好吃，是吧？你看那点量，还不够我一个人吃的呢。阿姨。哦，好。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好一点没？营养早餐，每人一份儿。快吃饭吧。来吧。可是我还没点饭呢。不用买，免费的。免费的？什么时候开始的？神经外科病人每人一份儿。你是病人吗？病人的早餐免费了。二床病人的特供，遵医嘱。特供。来，啊，趁热。居然还有小馄饨。我都想死这一口了，阿姨，我也想吃小馄饨。就这一碗，方医生，你的早餐呢？在食堂呢。哎，等等啊，我的心好疼啊！快给我检查一下，我也想服用小馄饨。趁热，谨遵医嘱。在拉卡亚。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个小馄饨是哪位医生开的医嘱啊？小老板，你知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现在很闲。赶紧去给二床办严重手续。严重？为什么严重啊？我这轻微脑震荡明天就能出院了吧？继续观察，防止迟发性颅内出血。可是我已经康复了。我是医生，这是医嘱。沙漠。